爱狗林碧儒跟总统蔡英文大玩亲亲，让总统心花怒放，还跟林昶佐两位立委分别带着爱犬林碧儒跟五岁的女儿林碧儒一起去跟总统拜年。不管是小孩或小狗，都跟总统热烈互动。这一屋子一屋，没错，这整个屋子最大的就是 Cookie。但他的爱猫蔡想想却兴致缺缺，在旁边厌世的到处闲晃，对比非常逗趣。总统特别在大年初二发布这支影片，但是还不只有线上拜年。掌声欢迎今天的我们包含亲爱的小英总统，行程满档的小英总统跟民进党总召柯建铭以及新竹市长林智坚，也在大年初二同框一起现身在新竹市立动物园慰问园方的饲养员，颁发加菜金。总统这里请，谢谢。接着他们到可爱动物区观赏可爱的羊驼，园方特别把饲料捏成很有年味的金元宝跟春字，相当应景。而虎年当然也要跟动物园里人气最高的老虎兄弟六福跟来福同框合照，平时凶猛的老虎在总统面前也乖得像只小猫一样乖乖吃着食物，在过年时刻留下珍贵的一幕。华视新闻庄明宪、简明山、张俊慧综合报道。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